今天您不能不知道，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，由于现在呢，欧美各国的疫情非常的严峻哦。那么，疫情指挥中心从今天开始呢，也展开了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制。日前也针对海外的留学生喊话，希望说留学生尽可能就留在当地，因为现在搭飞机不见得比较安全。那么，台日新闻也访问到了几位还在国外的留学生，他们大部分呢都同意指挥中心的考量。不过，海外的疫情哦，现在直线的向上发展，也让他们非常有感。像是呢，在这个纽约，有些学校呢都已经停课，改为线上课程，那么更要关闭宿舍。那么现在导致呢，有一些在国外的学生还得临时的在校外租房子。另外呢，是在澳洲的留学生呢也直击，整个超市的货架都被扫光光。牛肉的部分是没有的，米都被买光了。人在澳洲的留学生分享当地超市的画面，不止卫生纸，从蔬菜、肉类到米或洋芋片，货架几乎被扫空。他们只有对食物买食物部分比较恐慌而已。状况是他们是说锁定住了，但是你也不知道他们会从哪里来，但他们又不戴口罩，对，所以你好像不知道现在阶段是该恐慌还是不该恐慌。澳洲留学生说出真心话，毕竟外国的防疫做法跟我国比都很佛系。不过位于美国纽约的留学生说，学校已经改采视讯上课。礼拜一的时候就突然公布说，我们这个学期一直到五月初所有的课程都会改成视讯上课，这样自己没打算回台湾，但有要回台湾的同学为了搭飞机买手套。对于防疫指挥中心呼吁留学生留在当地，他们看法如何？坐飞机的话也是，就是因为都关在密闭空间里面嘛，所以说其实现在我们都自己觉得说，好像待在原地不要动是比较安全的选择。你目前所待的地方，如果说资源还充沛，你就继续待在目前所待的地方。另一位在维吉尼亚州的学生，学校也是停课，麻烦的是宿舍也因此关闭。然后要求所有的在校住宿生全都不能继续待在宿舍，等于就是我们都被强制的被学校赶了出来。疫情期间还要搬家找房，实在很麻烦。不当防疫猪队友，海外学子个个很小心。记者林永平、林敏佳台北采访报道。